入行前我就，我觉得你就会想象说：“天啊，这个就是坏人嘛，坏人就是把他抓起来就是了，然后给他一个重判，社会就可以获得一个平静。”但是入行之后，就会渐渐发现到，生意并不是那么的绝对的，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是灰色的，他不会是纯染的白或纯染的黑。就像那个名侦探柯南这样子啦，名侦探柯南说：“真相永远只有一个，但是法庭中不见得能够发现那个真相。”